我是史考特，台湾出生，13岁移民美国，曾经对人生非常的困惑，生活也过得差强人意，直到34岁那一年，突然接触到灵修和量子物理的知识，将它们应用于工作和生活之后，人生终于有了明显的进步。现在我担任美国上市企业执行业务总监，管理最高业绩团队，同行业绩全球冠军，同时也担任南美洲古老萨满仪式神圣草药的协办人，引导上百人参加灵性仪式。这个 podcast 是记录对我自己最有帮助的一些概念，如果这些概念对你也有益处，欢迎一起分享，请搜寻史考特给自己的笔记。报道有艺术，今天报道有艺术访问的是水饺，好，诶，像是水饺，而且水饺有艺术。诶，伫个中华哈，有一个基督教喜乐保育院的一长，是林玉长，伊本身嘛是一个马喜乐基金会执行长啦哈，伊起码无经去哈啊，这个算是这种福利机构，家己变哪胖落去呢？一长你好，你好，诶，咱这是伫中华哈，诶。诶，主要开始是超几年前，喜乐保育院吼是阮的创办人啊，马喜乐女士，我拢叫伊喜乐阿妈。嗯，哦，啊，伊是一个美国人。嗯，啊，当时就是甲咱来台湾，加甲一个医生咧做巡回医疗这种的服务，因为伊本身是护理人员。嗯，哦，啊，伊来甲咱增卡，就是咱离林卡扎是一个沿海啊偏乡的一个地区嘛吼，啊，伊来遮做义诊的时阵发现讲，啊，那遐济。父母吼，还是讲亲人抱，还是讲爱咧，爱即个小淋巴病囡仔来做来求诊，啊，伊发现讲即个囡仔拢应该爱去读册，那也无去无受教育，嘿，啊，即个囡仔那也拢伫涂骹爬，亲像狗啊同款，所以感觉讲，伊不能亲像目睭暗的无看到，所以。伊搭上帝基督讲，我会当为这囡仔做啥物？这契机就是启动了喜乐的故事。哦，所以阿妈伊当时来，伊帮咱咧早期是小淋巴病囡仔嘛，所以伊等于美国变卖个财产吼，啊离乡背井，千山万水来个台湾，哦啊离离林这个所在，哦帮咱做做小淋巴病囡仔当站起来。哦，印度本身嘛是迄当阵来的吗？对，我嘛是较早期的囡仔，我六岁就来。喜乐保育院，所以阮迄阵拢穿铁卡嘛，吼，阿妈拢互阮透过手术的矫正，然后穿铁诶牙乖啊，这个叫做辅具的支持，我们就可以站起来，可以做很多事情。阿妈当去好好读册，亲像一般的囡仔，一秒较有尊严，吼，对对嘿、哦。我是五年级，我迄当阵。诶，学校吼，小学内底啦，国高中，拢啊，阁有真侪小二吧，阿毕的小朋友，嘿，以前阿哥会看到，一阵嘛是介流行哦，对对嘿，早期是安尼，早期因为疫苗无普及嘛，阿哥应该是讲真侪许多人唔知讲爱注这个小麻痹的疫苗，真侪人拢唔知许多人未去注意这個，因为较早咱是台湾是一个农业社会，所以许多人拢咧无用做工课，未去注意到这個。迄当阵吼，其实学校诶，像讲无去上厕所啦吼，还是老推啦，其实无像今嘛讲咱拢会去想着，可是无障碍空间的设计嘛吼，所以迄当相对。小弟麻痹啦，还是讲你脑袋伊无方便，是足无方便的哦。是无唔对嘿。对。所以说，一定咱这个基金会，你就来个加，所以会当支持这个小弟麻痹囡仔甲大汉嘛，伊会当会听到是个什么程度？较早咱是直接服务的时间吼，国校一年到国中三年，高年的义务教育拢伫遮，啊，二四点钟待伫遮，啊，阮就是。有交通车会送阮去，甲一般的学校、正常的学校去读册。因为机构袂当是隔离式的，应该是爱做融合。所以阮较早细汉的时阵，阮就是拢去甲咱社区一般的国校去读册。哦，嘿嘿，啊那安尼就是，加算义务教育了后吼，啊，不也想哪会去想讲要做这个追缴。
咱就是讲，是了后来就是小淋巴别的囡仔愈来愈少啊嘛吼，因为血当预防的。啊，后来就是讲，阮伫民国八十年的时阵有转型，有转型服务智能障碍跟多重障碍。咱拢讲较怣的囡仔。哦，但是咱袂讲安尼，咱是讲伊是漫飞天使，漫飞天使吼，迄是一种尊重啦吼。是咧转型了，咱即卖服务两百外个哦，两百差不多二十个住伫遮。开始要做水饺的时阵，阮就想讲，啥物要开始做水饺，就是阮一点拢有咧做。咱较早个囡仔毕业出去，阮拢有做追踪关怀。啊，做家访的时阵，发现讲，那遐侪囡仔拢无去做工课。拢坐伫厝内，无是大人来饲。啊，阮感觉安尼做不应该，因为伊是有能力的。咱应该用优势的观点去看他们可以做什么。啊，伊嘛爱用安尼眼光去看家己呢。啊，所以阮就是了解讲，伊就业上的困难是啥物。啊，当然了解了，阮就想讲啊，安尼咱是毋是喜乐家会当个为因给做一项代志，就是讲，咱伫咱的。空间内底，咱过来用一个专用的空间，互咱过去遮的服务的小弟麻痹会当个转来，转来遮做工课，互因会当自食其力，这是足重要的。因为大家人拢无爱成为一个手心向上的人嘛。啊，不过一定要请教你讲，即马想出来讲要来用水饺的工程，互因转来吼，那是安那是水饺？因为水饺。包水饺不是很困难，啊，他也很轻学，啊，还主要是那个意义就是创造身心障碍者的微笑曲线，因为水饺包起来就是一个那像一个笑容同样，啊，我是说这个笑容也代表说我们祝福他们，他们的生命是有喜乐的心，啊，他们可以有快乐，啊，他们也可以有经济的安全，创造身心障碍者的微笑曲线成为咱喜乐水饺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哦。我感觉一定咧讲一个吼，即马嘛，我感觉就是迄个慈善团体嘛有咧做吼，就讲咱唔是干呐照顾必须要，也是讲募款，给咱买因为一寡产出互人来买嘛吼。啊，孤孤单单嘛，一个收入啦吼。因为当时有咧评估啦，有咧评估讲咱要来做啥物，啊，好因会当做啥物，所以就是想。做水饺较容易嘛吼，啊，搁另外就是想讲，咱台湾介侪社福单位拢是咧做烘焙、做胖、做饼，啊，我咧想讲，安尼咱唔好甲人做同款，咱应该爱行另外一条路出来，卖讲大家非营利组织、社福机构拢咧抢一块饼，因为你消费者，消费者。大家若讲要做公益，要买咱非营利组织的商品，若干哪几项了了，无他选择。对哦，我的心内底就是讲，是乐应该爱去找另外一个创新的商品，这个商品创造更大的一个机会。安尼，咱水饺鱼嘛是算足俗面的啦，吼。然后休困嘛，食些水饺啊，啥安尼吼。不过，竞争者就变成意思，大家拢来竞争嘛。对，咱。咱个业界，但是咱个跟业界很不一样的一个商品的差异化。就是讲，刚刚你讲就是讲，我们走南海策略嘛。南海策略，咱唔好讲伫红海内底同一个市场咧跟人厮杀嘛。咱另外做这行南海策略，咱有咱个商品的利基点。是啥物货？咱个商品的利基点就是讲，咱是食水饺，唔是食水饺这项代志，娘娘。伊咧食水饺，其实就是咧做一份听。就是咧做公益啊，消费中做公益嘛，一包水饺150块，其实你得买一个便当，买一个饮料，就安尼就无去啊。诶，内底几粒啊？我一包水饺有30粒，几种口味啊？是有紫菜嘛，有高丽菜，有迄、那个素食诶。有泰式，现在我们有香菜，有虾饺，最近我们有研发香菜水饺，所以应该是最近又多了一种，所以现在有7种。这也要跟人家很便宜，人有的我们都要有呢，说起来是做公益啦，不过竞争力不可以少。但是说让消费者可以多样选择，而且喜乐水饺可以让消费者很放心的，是说ISO 2000跟 HACCP 的食品安全验证哦，拢有拢有啊。对，当时我咧想讲，开始其实咱开始咧卖水饺时，足侪人拢讲，
啊，恁这包水饺会流嘴暖无？哦，啊，有卫生无？嗯，真侪人会质疑哦，消费者会质疑。嗯嗯，啊，我感觉阮爱把这种话听入面，嗯，因为它代表多数人的观感。嗯，消费者对生长者产品的疑虑。嗯，哦，所以。咱喜乐水饺是民国95年要成立的嘛，从刚开始两三个人，一直到我们现在将近快30个人，嗯嗯，哦，咱水饺安尼包来一路一直来，哦，那阮就是有听到种声，因为咱水包水饺，咱就是卖嘛，哦，啊卖时阵就有这种声音，嗯，后来我就想说，那我们应该要跑食品安全验证，嗯，哦，消费者也当安心，嗯，哦，而且我感觉应该打破还有翻转。消费者刻板的印象，下面人讲生长者的产品袂当谈品质，嗯嗯嗯，因为你一定要有品质，你才有竞争力，嗯嗯，你才能够永续经营。哇，这，嗯，个一定是这样的，一定它有它的年代的关系。所以，哦，我伫102年的时候我开始跑食品安全验证，一直到如今，哦，我们每一年都要复验，嗯，哦，嗯，啊，安内带来的效益是什么？嗯，它就是。消费者也感觉哦，我吃水饺很安心的，而且它是卫生的，而且又能够有哦公益的这样的一个价值，我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？嗯嗯，哦，所以咱的水饺是安尼起来，哎呀，嗯，好，哎，我想问鸿蒙是刚听到是完全是企业管理的理念呐，哈，哎，不回过头，今嘛鸿蒙是这个伫个中华义林哈，基督教喜乐。保育院的院长，哈，嗯，林玉强院长，本身嘛是一个修理麻痹，哈，嗯，嘛是这么家，诶，算大汉的，哈，对，我哋家大汉，啊，我们马上再回来，哈，今天访问是一个喜乐保育院的院长，伊嘛是马喜乐基金会执行长哦，林玉强院长，院长本身嘛是一个卡无方便。好，嗯，所以请教一定，你这边是兔乖啊，还是怎样？我也乖啊，个有，嗯，有前提的，哦，欸，啊，但是我安尼有法度行走，啊，你讲未就忝诶，因为你要支撑着上，未呢，因为习惯与他共舞了，哦，为三回甲即阵啊，我三回罹患小麻痹嘛，是，啊，不过我感觉，哦，家己即马咧服务即个生长者，我搁开当体贴。生长者的困难，嗯，安尼哦，对啊，嗯，对，因为你头拄啊讲一个水饺的工厂嘛，哦，啊，为头的三个人，吼，啊，即马包啊包，包到有7种口味，有30个人安包安尼啦，吼，哦，因为咱这个场所，毕竟大家那是辛苦无方便吼，迄，那个设计是咪跟人无相像啊？哦，上基本的啦吼，迄，基本就是一定爱无障碍环境。友善的环境，嗯，哦，迄，那个空间一点东西袂上有任何的障碍，嗯，哦，啊，因为阮内底有嘛是有坐轮椅的啊，嗯，哦，坐轮椅，你的空间嘛爱有够，嗯，哦，所以整个空间就爱，应该是讲阮当时咧规划这个空间的时阵，就要想到位了，就做成做大，嗯，哦，迄，那个空间先好够，因为咱爱去预算讲这个空间后摆要几个人伫遮做工作。哦，所以阮当时是按工差不多40个要伫遮做工课，嗯，哦，啊，咱即马差不多有三十个左右啊，嗯，哦，啊，哦，之后会阁加嘛，吼，哦，因为做工课，生长者就业需求，嗯，真侪囡仔因真侪咱的生长朋友也是讲，我要上班，哦，我想要上班，我要趁钱饲家己嘛，嗯，所以怎么样给他鱼吃，不如教他如何钓鱼，嗯，啊，咱爱个喜乐，爱个创造渔场。让他钓得到鱼，嗯，所以咱不是跟他做而已，然后一做，可以会当稳定，可以会当有工课来，逐天来上班来才做工课了。我嘛爱招行销呢，嗯哼，哦，爱招通路，爱招行销，哦，安尼因只会当有做啊，有卖，安尼因就会当有薪水，嗯，或者是奖励金，嗯，因为咱的水饺房内底有。肢体障碍，嗯，哦，啊，有精神障碍，嗯，哦，咱今麦无讲精神障碍，咱拢讲今麦讲知觉失调了，哈，嗯嗯，啊，搁有心智障碍，对，哦，所以有不同的障碍类别的来对的做工课，嗯嗯，哦，所以哦，就是一条生产线，嗯，哦，啊，你在一在是就是拢咧备料嘛，哈，嗯，啊，喜乐水饺我们是严选食材啦，啊，搁拢用咱彰化健康猪，哦，彰化健康，嗯，所以我们很严谨的去做一些的，就是做这个。那个把关很重要，每天很新鲜的食材来，嗯，哦，然后早上就是备料，备料到10点就开始包，哦，开始包水饺，嗯，哦，所以因工作了，我感觉讲这那生产伙伴吼，因伫这个团队内底吼，因做互相合作的哦，哎，嗯，因为
肢体障碍不方便嘛，但是智能障碍因是因卡去方便，嗯哦，所以他们可以成为彼此的帮助，哦哦，他就是一条线，你帮助我，我帮助你，咱共同来完成一粒水饺，一包水饺，哦，是这样子一起完成的，嗯哦，所以我感觉因因诶这种诶互相帮忙，啊，佮因足珍惜诶，因足珍惜讲我会当来做工课，我会当来赚钱饲家己，因拢真快乐咧，我拢看到因常常安尼。哦，赚钱了，因会去佚佗啊。嗯哼。哦，大家咧赚的钱会去办去旅游。哦，还是讲会把这个钱摕当去厝诶。哦，伊他养活了自己，伊嘛帮衬伊个家庭。嗯哼。哦，所以这是，这是一个对伊来讲是一个，也是一个实现自我啦。哎，我听着伊另外咧讲吼，哎嘿，像他拄仔咧讲，哇，你这追缴本身毋是干呐追缴啦吼，因为伊伫咧合作的过程内底吼，虽然讲有的人是较无方便，不过有人较方便嘛吼，啊互相安尼做，所以这过程吼，而且嘛较袂动粗诶吼，有当买退步呢，都没有做事反而会退步嘛，吼，那亲像安尼做追缴，然后你迄个口味设计，那你讲行销嘛吼，这行销这个部分要安那去讲说服说，我呢较好食，还是讲安怎？我喜乐水饺足奇妙的呢，嗯，我们的那个顾客回购率很高，哦，顾客回购率高就是代表顾客的忠诚度真高，哦，假料喜乐水饺，其实我嘛都会当自信的是讲，嗯，我的喜乐水饺不亚于一般的市面上的水饺，嗯哼，所以真侪人伊买水饺食喜乐水饺，都会成为拢变作拢会来买水饺，就是。喜乐水饺不止好吃嘛，哈，美味嘛，哦，啊，也价格嘛公道。那它有一份，就是它的有一份公益的价值在里面，哦，所以伊感觉讲，真侪人感觉我买水饺，其实我就是咧，我就是咧帮咱一群人，他可以稳定就业。嗯，所以喜乐很趣味哦。我的通路不是上到一般的大卖场，还我拿不起。我们应该是把这个回馈在我们的生长者他们的薪资，嗯，给他们薪资或者是奖励金，嗯，哦，所以我们的通路在哪里呢？我们的通路就是一般的网购，哦，或者是说我们外面有销售站，嗯，我们的销售站目前有43个销售站，哦，那你也蛮会铺货的，但是这个43个销售站很有趣，因为他们都是义务性的，嗯嗯，我们的销售站接触比很多元，嗯，哦，我是兽医院，我是书局，嗯，哦，那有的是药房，嗯，有的是美发店，嗯，啊，有的是医院的福利社，哦，或者是说面包店等等，很多元化，嗯啊，家的人哈，家的我们43个经卖站，他们都是有一个共同的这样的一份爱心的，就是说我只拿一卡冰箱就好啊，嗯，我只有一个冷冻冰箱，哦嗯，然后我就可以做这件事情，帮助他们可以，哦嗯，可以销售，嗯，销售那个水饺，嗯，哦啊，销售水饺，等到就是帮助我们的这个行销通路能够，哦，有人买嘛，啊，我们当卡经个生产，嗯，哦，我们就可以赶快再生产那个水饺，嗯，所以我的通路是这样子来的，嗯，哦啊，所以我嘛做感谢呢，这样一路走来也将近17年了嘛，那你只叫你来得要17年啊，哈，嗯，95年开始嘛，我们的销售额、营业额是越来越多，不是越来越减少，哦，所以咱家有法多好，佮较侪人头两三个，啊，过来五个、七个、十个，所以让他们更多人可以进来工作，嗯哼，是这样子，我觉得那个是咱社会大众还有很多的企业。一起去成就，嗯，哦，一起去成全他们可以就业、稳定就业的这件好事，这是大家做的呢。一定吼，我讲有一个讲，因为这假借追缴，不是跟他追缴了，哈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一样是吃个东西，后边我有一种支持，还是表达我的好关心嘛，哈，好，反正所以大家就很愿意来用持续消费。可是我觉得基本盘有一点哦，一定有讲。啊，那嘛是爱跟人一般爱追缴饼啊，对不？对对。所以我们无论是在一些安全认证啊、食品认证，重要，好，哦，都要通过。输人呢，嗯，喜乐水
所以叫马伯叔夜见呢、欸哦。就是说，咱的企图心是，就是很正面的企图心，因为咱知道为何而做。嗯嗯嗯。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为何而做，咱想到要做这样代志，咱的使命是什么？嗯嗯。那个会让我们更有驱动力，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策略、嗯、去帮助更多身上的他可以来这里工作。哎、甚至咱喜乐今嘛在规划呢，咱要。咱要搁起较大间的工厂哦，嗯哼，哎，咱伫今年咱的动工，后来阮有搁去贷款购地嘛，嗯哼，哦，购地咱的规划要做喜乐方舟园区，嗯哼，哦，喜乐方舟园区就是讲就好，身障者也就业可以一路顺风，嗯，哦，那未来不会是只有做水饺而已，那新的园区也会做餐饮的服务，嗯，哦，好憨儿也可以在那里做餐饮的服务，还有我们可以做。哦，喜乐煎饺或者喜乐包子，就是周边的商品，我们会让它更多元，然后让更多人来可以来工作。所以，咱的喜乐方舟园区未来是要规划差不多有150个人，嗯，可以在那里工作。哦，然后跟后面是林玉长院长哈，其实一定有自己嘛是小李爸爸，好，一三岁个即马无方便嘛哈，一定有你差不多几岁？我们今天欢迎访问到玉长院长哈，阿兰妈诶，为这些喜乐水饺的资讯，看看咱播到吴艺术的脸书哈，阿妈祝福你的喜乐方舟哈，快乐的出棚哈，对，快乐出棚，嘿，多谢你，感谢咱进贤，跟咱的听众，咱做回来关心。阿妈踊跃来订购咱的喜乐水饺，嗨，谢谢，多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播客无艺术，上精彩内容，伫 Spotify、Google Podcast、Go Apple Podcast 拢听得到哦。